太谢谢主持人了。那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呢，我叫叶浩。那我自己本身并现在并没有吸烟，但是呢，刚刚好跟刚刚那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朋友一样，戒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天天都可以做。我曾经抽过一年多的烟，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好久没有做过什么有恒心有毅力的事情了，我就决定说我戒烟好了，然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了。所以我这边觉得抽烟应该就是戒烟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想今天呢，阿凯找我来主持，应该犯了一个大错啊，就是我的存在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烟瘾应该是要戒掉没有那么困难吧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其实将会涉及到有非常多人不见得很好戒烟的人，那他们怎么办？这里关系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权利或自由，另外一个是效益。的问题，权利跟自由就是我刚刚大家都有讲，刚刚也有一位同学，基本上是我的学生啦，就是他有谈到，就是这是有关自由的问题，就是吸烟者的权益到底要怎么算，然后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或民主的社会底下，那个尺度怎么去拿捏啊？就是你的自由到底要有多大自由才能够就是才能得到保障，然后别人的自由是不是也应该要照顾？那往往。赞成的一方就是从大部分是从自由的角度，然后可是呢，反方呢就往往会比较习惯用效益或者说后果的角度来讨论吸烟。不过后果或者是效益的问题，正反其实也都有。比如说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吸烟带来很多很多的坏处啊，但因为吸了烟之后呢，就是。通常吸烟导致的疾病比较麻烦一点点，就是又死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要很长时间的要接受医疗，那对于健保制度来讲，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很多国家是以这样子的健康的理由来禁止抽烟，但是这一个理由的话，又可能又会限制到了一部分的人自由。那在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会讲说，可是效益。我们干脆就是提高税收，对不对？征抽烟税，然后你可以征的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基本上财务整个政府的收入也会增加，再拿这笔收入来做别的事情，好像是也有道理。然后所以一大堆经济学家就是老是在计算，不同国家计算出来的答案不太一样，包括一条人民大概有多少钱啊？然后抽多少烟的话，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债务会有多少？还是成正的啦，反的？那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报告，资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只不过呢，因为我们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哲学的问题：到底自由重要还是那个后果比较重要？那基本上就是在哲学里面两大主张。那哲学家是谈不完的啦。这件事情是大概就会涉及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共同去解决。这些叫谈不完，但是呢，念法律的人呢，一定要去解决它，因为念法律的立法的时候，绝对没办法说我们大家慢慢讨论，永远都没有去立法。所以呢，为了解决我们哲学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找了一个律师，对不对？研究法律来告诉我们，就是那又如何定夺呢？在到最后，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你必须要做出你最后决定，这个国家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一个问题，包括自由的拿捏，或者是。有关财税这一方面的考量，那到底应该怎么定？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罗崇忠老师的专场了。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这里。当然呢，我们必须要保持哲武的精神，就是等他讲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猛批他，因为呢，先让律师就讲完，好像说有一定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抛弃哲学的问题，然后再把它打回去，然后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又让法律回到哲学的争辩去啊，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做的目的啊。那罗成功老师他也不只是关心这一个议题而已啊，他基本上他关心的是人还有人权、抽烟权这一方面的问题啊，而且他还有关心很多其他权利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转型正义、其他事项在内。那他也就是很关心社会各种公共议题的人。那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法律的学者的存在，然后我们先由把时间交给他，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怎么样去修理他。
各位朋友哈，大家晚上大家好。原来我今天知道我来这边是被盗哦。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在下面那个，我叫罗承宗，然后我目前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我们学校在台南，好，然后我们学校倒过来就是南台。我先讲一个小故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哦？其实真的不是凯哥自肥了哈。跟我讲一个故事，是去年的公民运动非常的兴盛，所以呢，我请了凯哥跟冯哥去我们学校，去我们南台讲那个公民运动。但是公民运动下课了以后哦，凯哥有需要，还要抽烟，然后我就想着要抽烟是不是？要去哪里抽呢？我们学校好像大概一两公顷里面哦，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不抽烟嘛。我们不抽烟就不会去找说哪里可以抽烟的。就后来呢，当凯哥给我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呢，我突然想一下说，哇惨了，本校的吸烟区其中一个在森林，在某个森林里面，好，第二个的话在垃圾场旁边。就说，但是因为我们在演讲的时候的地方是我们的那个中心的行政大楼，校长室就在楼上，所以那个距离很远，所以搞到最后的话呢，我们真的找不到合法的抽烟区给。凯哥抽烟，所以呢，我就想说，算了，随便找个地方，会被开罚的啊。算了，那个如果被开罚的话，我买单，因为这是没办法，是我们邀请的来宾嘛。就是从那个来看，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说，怎么会这样子？就说，怎么我们把有抽烟的人赶到垃圾场去了 ？OK， 这样的议题，所以说我们来谈这样的一个题目哦。然后再来的话哦，今天题目的设计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不抽烟。但是呢，我从一个胖子的观点，所以如果说等等我要当那个被告的话，其实我还不见得打得到哦。其实我今天中心思想是这两个东西，两个台湾之光哦。第一个叫做 Chicken Pie， 不是 Fried Chicken 哦。第一个叫 Chicken Pie， 我叫鸡排，这台湾之光嘛。哦，真的哦，去美国的人都知道，尤其在美西，这东西多宝贵。第二个。还是一样，台湾之光珍珠奶茶。今天这题目跟这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关系很大的耶，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关系很大的。好，所以呢，因为今天好像时间还蛮长的，所以昨天好像我八点多下课以后，我想说本来都没有做 PPT 的，后来想说当在学校当老师没有 PPT 我会害怕，所以说呢，为了去克服这个恐惧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 大概它的一个内容分两部分，第一个。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叶老师交给我们任务说，我们这些法律要搞法律嘛，好，所以我大概第一个时段，用很短很短的时间呢，把台湾的烟害防治法的来龙去脉介绍一下。好，这个第二个的话呢，来才从一个胖子的观点。那我这个胖子的话呢，我从小到大有很多坏习惯，比如说我们下课以后，当然是买鸡排啊。这边有师大附中的同学，念过师大附中的。师大附中门口出去都右转，右转又再转个弯，那边有鸡排博吗？不知道啊。其实每个学校都有鸡排博，对不对？对啊，你看看，在我们求学过程中，他给我们多大的心灵跟身体上的慰藉。那鸡排博旁边如果说有珍珠奶茶的话，我们更厉害。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我可以开始了吗 ？OK 了，好吧。那我不晓得这样，我应该走到这边来，还是我在应该走到这边来，可以吗？那也在。没关系，你方便就好。没有，我怕大家脖子扭到啊。大家可以转，椅子可以转啊。还是这边也可以，我想是可以。哎，对了，椅子可以转，对不起。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然后呢，刚才王同学是不是？王同学讲到四个关键字叫做四个字叫做自由主义。刚才叶老师也提到自由主义。那刚好我也是念法律，这边还有好几位同学跟我一样同行哦。那我是。2010年七月福大博班毕业，法律系毕业，我是那一届唯一的博士，当年就只有一个。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谈那个自由主义。好，所以呢，以后它的内容呢是自由主义。如果说呢，你自认为你是自健康至上主义者的话，那你要不要看随便？因为下面的思维都是自由主义的思维，除非你不信任自由主义，你认为健康至上主义大于自由主义，那我们没对话空间。哦，所以下面是自由主义的东西，谢谢。好，再来我们先看一下哦，历史。这个是我小学的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很帅。
好、哦，那个这个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周润发在电影在戏剧里面的马克哥嘛，对不对？哦，你看他马克哥的英姿，用美钞来点抽烟，很霸气。在那个时代哦，其实不只有马克哥哦，很多在电影里面的角色、卡通里面的角色，我们不要说他有这个习惯，而是说他很自由的。就像说我小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牙语表三八六 City Hunter 城市猎人，城市猎人也有对 City Hunter 嘛，对不对？好，当然我们中文发音 City Hunter 三八六牙语表会抽烟的，现在你找得到会抽烟，但跟我讲，好、哦，好，这是当年的年代，依旧很是。但是呢，其实我发现说，1986年呢，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但后来呢，时代变了，这个人是谁我们不讲。我觉得他很让我们有点错愕的是，他一方面叫我们不要抽烟，一方面叫我们努力喝台啤。啊，我们这样当研究生就知道，研究生就是烟酒生的代称嘛。哦，啊，烟酒生奇怪，哎，烟酒是可以分家的哦。哎，你不要抽烟，但是你尽量喝酒。嗯，挂我哦。但是这就是我们现实。OK， 哦，所以说呢，大口喝台啤不准你抽烟，这个是我现在。2009以后呢，烟害防治法好新规定上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再来呢，2014年开始哈、哦，刚好我们政府也很有趣的挑了愚人节，真的是愚人节哈、哦，来开始呢，公园立地禁烟，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在谈禁烟的时候，就像这样的室内空间 ，OK 吗？室内空间禁烟，可是呢，在从去年愚人节开始的话呢，他把国家公园不是室内吧，是好大的室外。国家公园都说哦，在国家公园里面不能抽烟 ，OK， 哦，就来了哦。当然，那个东西后面有些法律的问题，我们再谈。但是呢，这是整个大事。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去看看现在公园的话，很多公园都挂这样的布条，对不对？公园哦，即便它是室外，即便方圆百里100公尺之内渺无人烟，但你抽的烟呢直接往上飞，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不准你抽。好，继续。好啦，再来我们来用星际大战的观点其实历史是这样在轮转的在1997年的时候，这是当年的一个新闻立法院通过烟害防治法开始了。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中华民国开始有烟害防治法。那我们先按个暂停键烟害防治法，它把烟看成什么？害，烟是一种产品，对不对？烟把这个产品。本来每所有我们自由社会所有的产品，理论上应该是中立的，对不对？要不要吃，就像我带了两个道具一样，鸡排它本身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东西，对不对？好或坏，它有什么好处？好吃。有什么坏处？会胖。对啊，那个也是一样啊，跟奶茶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两面嘛，对不对？哦，但是呢，我们很罕见的哦。在我们讲，当然是毒品是毒品，我们就不讲。说，哎，很少见在一种非毒品以外的东西，我们就直接给他一个碳，那就表示在法律上面，我们就已经先入为主，认为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是一种害，我们才要管嘛。OK， 好，所以，但是你看它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呢？如果烟害的概念是逻辑是对的话，酒害防治法应该也要有吧？为什么烟酒要分家？哦，那其他的话还有呢，像现在好了，线上有，我们应该又有一个线上游戏。现在游戏什么什么防治法才对吧？哇，对不对？你看看现在打开电视，手游都看不懂了。对啊，那个害难道会比烟更害？那个害难道会比烟轻微吗？我不知道，我不认为哦。OK 吗？很多东西都是两面的。那有些人说哇，那手游超好，我就说好。但是我们先回到今天的题目哈，1997年这个东西出现，再来的话呢，哦，开始了呢。有这样的以后的话呢，草案这个其实草案也是有一些的一个，像我们大家看的1997年，对不对？其实，在1991年的时候就有人要谈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在台湾在谈烟害防治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哦，甚至呢，它的时间贴近到解严的时候 ，OK， 哦，在1990年代初期，然后后来呢，大家就哦，我们慢慢开始看，哦，马原则全面清空，对，等一下，不好意思，好 ，OK， 好，然后我来看一下，先看左边这个图，你会觉得恶心还是觉得？还要我讲吗？对啊，多优雅！至少当年呢，几十年前看我好优雅，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就没办法了。OK， 好，那我们看呢，哦，在我目前的
现行法里面呢，我们对于抽烟场所限制是这样规定的啊。烟草法十五条，前面今天十六条啊，十五条主要是处于室内。十六条的话呢，规定说哦，除吸烟区以外不得除吸烟区以外不得吸烟。然后呢，没有吸烟区的话就全面禁烟。就像这个餐厅有没有吸烟区？有吗？有吗？我们有吸烟区？门口那个是吸烟区吗？是嘛，对嘛，所以我们是一个没有吸烟区的餐厅嘛 ，OK， 所以说没有设置吸烟区就全面禁烟，不然预设置就是全面禁烟，除非你有吸烟区，那你只能把那个吸烟区包过去，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法律的规定。好，再来呢，哦，这是另外的十六条的规定哦，我们这个可以更细部的看哦。好，原则上，下列这些场所哦，下列场所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没有吸烟区的话就全面禁烟哦，这样子其实也很多这样好了。所以呢，以大学来讲哦。大学可不，他有没有设置吸烟区之义务？没有，没有，就是他这个语义什么意思？你有设吸烟区就可以抽，那你没设呢，你就不能抽喽。所以哈，我后来还真的去问我们学校，因为凯哥哈，我就问说，那请问我们以后吸烟区会扩大吗？就我们校秘书说，哦不，三年以后本校全面禁烟，连吸烟区都没有，连垃圾场都没有。OK， 本校全面禁烟。OK， 哦，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在法律上来讲当然是 OK 嘛，哈，像刚才我讲的国家公园禁烟哦，它是用这一条，其他各主管机关指定公告的场所跟交通工具呢，都可以让它禁烟。但是呢，光是这一句话，那法律是很讨厌的东西，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随便拿几叫做概括条款。那概括条款有两种解释方法，第一种是法律人的解释，就是说概括条款不是由政府自己解释，你要符合前面三种规范。要符合这三个精神去解释概括条款，这是法律人解释。第二种是法律人念不好的解释，就是说哦，这个就是你随便，你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但是我们的卫生署呢，是念不好法律人，所以他法规要不能制定此外，就纯就法律而言是不可以的哦。因为前面三款一定要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是你的周边，国家公园哪有一个实体的中间？这个不是为了跟你讲，是纯粹法律问题 ，OK 吗？哦，但是呢，我们这一款就被滥用。这一款就是政府说的条款，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法律解释上不是这样，但是你不能打视线啊，就算你打视线啊，大法官可能就不会，因为这样法官据我所知好像都不抽烟。好，那不抽烟就算了，更厉害的是好像都不懂宪法。这边一些法律就知道，对不对？很知道哈、哦。这九一听大法官有一个很前提要件，就是他一定要不懂宪法才能够当大法官，除了那个例外以外，就是吊车尾上去的那个以外。对呀、啊，哦，汤老师很懂宪法。但是其他一个那些老师大概都不懂这个 ，OK 好，所以呢，好、哦，这法律人的悲哀。好、哦，继续看呢，这个是元节开始以后的国家公园啊、风景区禁烟的一个状况哈。阳明山、东北角、大的那么多的地方哈、哦，大概在台湾的面积已经很大了，这些都不准抽烟。但是我们政府立法很好，刚才叶老师有讲到，其实是学问是这样的，哲学，再来呢法政策，不，哲学再是政治。有政治在产生法政策，在产生法律，在产生执行，所以我们在哲学的下面，我们也在政治的下面，法律是在最下面。OK， 理论是这样子哦。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看到说，基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下面呢，我们法律制定这样没有错。但是哦，我们台湾的法律很好玩，它是管制定法律，它不管执法。请问能办法执法吗？警察抓不抓抽烟？不抓，因为这不是警察业务啊。因为《防治法》不是警察主管的，所以抓抽烟的人是谁？有没有听过卫生稽查员？有没有听过卫生稽查员？新闻你找得到哦，偶尔你会遇到哦。卫生稽查员，你知道全台湾有多少个卫生稽查员吗？而且实弹他也要管。对啊，实弹他管啊，对啊。所以哈、哦，今天像刚才是不是有成功高中的朋友？对不对？你们学校后门拿便当那个地方，下面涂绿的，是不是禁止抽烟？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对你，几年？你当了两年，你有看过任何人、听过任何人在那个地方被开过罚单？没有，没有。为什么？就是没人执法，就连那么明白的把那个场域画出来都没人执法，因为卫生局才有人嘛。哦，他就算要执法，他会去找哪里执法？我跟你讲，西门町，他会去西门町执法，而且哈、哦。他执法跟警察不一样。各位，如果说你骑摩托车没戴安全帽，警察就叫你来来来，一来，没有戴安全帽，警察叫你，警察叫到，你会不会不给他？你不会，对不对？因为他是警察，警察要件有什么？有枪。
好，遇到环保稽查员不一样，环保稽查员，你扔没抽烟哦，在他们随便扔，随便乱丢丢，一来，就不理他们走掉。你就走掉了，他能够把你拿下来带走吗？他是稳的还是稳的？稳的嘛，国家只有两种稳的啦，一种是军，一种是警嘛。环保稽查员是稳的啦，所以他每次去稽查都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他真的每次哦，假设你今天抽烟哦，在路上的时候，我是环保稽查员，就是就这边给你看，你乖的你就被他开单，那你真的不理他的话，还真的没事哦。当然你他拿你没办法，怎么办呢？很像在路边测排气的那种，有没有？各位知道那个测排气的吧？哦，测排气的时候，过他够，一来过去，那就被测排气了嘛。假设呢，你今天测排气的时候，骑车一半，旁边有只鸟飞过去，还蛮漂亮的，这样骑，故意的啦，你就这样骑过去了，他真的拿你没办法。下次试试看。对啊，生活法律小常识，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他真的叫环保局，他去搞那么多业务，还有去查业务，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法律是这样子，制定以后到落实的中间，往往没有去想说我能不能落实的能量。那没有落实的能量去制定以后的话呢，到最后就变成法律的尊严被践踏在地上踩。为什么？你制定一民法司法的法律，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哦。OK 吗？我们的 power 没有到那个地方，人力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一定要规定。但是我们就先规定再说了，以后执行再说。我们好多状况这样子哈，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谈。是的，好，所以呢，哦，我们慢慢回到鸡排跟那个珍珠奶茶了哈。因为法制法实行之后呢，我们的吸烟被定义成法律定义成一个害有害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用法律来去管制这个成人嗜好。我这次刚刚带到说，它是一种嗜好，一种选择 ，OK 吗？它是一种选择，一种食品，甚至你说它是食，因为它不进胃嘛，哦，一种嗜好的选择。然后呢，我们的法律认为它是错的选择。所以呢，我们用法律去管它。哦，这个是这边的一个结论。好，再来呢，我们看看哦，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南非作家讲的，而且是南非的。好，南非的说什么呢？今天的吸烟者好像以前的麻风病患一样。然后呢，这个是新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被隔离有吗？像我们上次去开研讨会之后，凯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被隔离了嘛。对啊。很像我们在对付麻风病患的样子，非我族类，我就把他赶到垃圾场，赶他赶到你的地方去。再讲一次，你要攻击我没有用，那是南非作家，你写 email 就问他，他讲的 ，OK， 哦，可以修。再来哦，这个人是谁？各位都知道，大家不一定都知道，这个叫做 One Piece， 又叫海贼王。海贼王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伙伴，对不对？哦，他的工作是厨师。然后呢，重点是哦。在卡通的角色设定里面，他嘴巴都掉了一根烟。故事发生了哦，他掉了一根烟，在全世界都没问题，唯独到了台湾，这怪怪的，行为怪怪的。所以呢，我们很卡通哦，我们很天才呢，就把他喷入了。但是哈，我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研究成人影像，我说在嘴巴旁边喷入，那感觉很讨厌，不知道啊。哦，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自己去联想。你不喷就算了，你喷了就觉得就更讨厌了，所以但是这种蠢事我就做了。然后旁边放了吸烟锅啦，抽烟多多请勿模仿，卡通是这样。那其实我们真的是台湾的年轻人的心智能不能活络吗？你看到电视节目里面有人抽烟就会模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八点档全部都干净。我们八点档要演什么？啪，中彩。对不对？哦，每次都这样子嘛。哦，阿里阿里讲，哇，又是脏话，又是什么什么的话，啊，你为什么不能说这小孩都演讲？这还是普及哦，八点档是普及的够力。哎呀，没有那么话，我们很容易联想。哦，有一说叫做“尬拍应该找谁说”，在台湾非常的流行，认为我们年轻人完全没有克制力，没有脑袋，看到错的就会去学的。所以呢，所有的坏都要这样。所以因为烟是坏的嘛，所以说吸烟过量完全不要去。哦，所以说就这样搞。哦，那像我从小呢看城市猎人，甚至北斗神拳，好酷，都 OK。北斗神拳长大了，我们长大以后会不会去练那个暗杀拳？然后每次就给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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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掉？不可能嘛 ，OK 吗？那只是一个什么幻想嘛，只是一种满足我们童年的时候，因为那种核弹后的异世界你不可能遇到嘛。
他的功夫又画得比我们的少林拳好看，所以我们就看没有成全嘛，对不对？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种仿效的东西是有的话，七龙珠也该记嘛，七龙珠多血腥啊，对不对？可是呢，各位看七龙珠长大的各位，还好吧？你也不会看一看就变超人这样的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哈、哦，这边我回答一个说，我们应该要，至少不是我们啦，至少我自己认为的哈、哦，我们要认真提拔一种叫健康至上主义。什么叫健康至上主义？健康是好的，健康是对的，因为你的健康，所以我要怎么样？把我的价值强加在你的身上，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这是我认为的健康至上主义。所以呢，我今天带的领域、带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重点是为什么今天早不吸烟的人谈烟？因为烟是我们会有影响嘛，就像那两个东西好了，那两个东西呢，如果说今天烟被这样的打压，被马后兵换，哒慢慢响了，甚至被消灭掉了以后，难道健康至上主义就会满足吗？它会有下一个目标啊？下一个目标是谁？很简单啊，含什么？含糖饮料跟什么？高油炸的东西嘛，这个好邪恶哦，你不能吃嘛？对呀、啊。他永远会有新的举例对象。如果说我们不给他踩刹车的话，他的油门会一直降下去。所以你看，这东西多美啊！这是台湾人的杰作，你不觉得吗？你仔细端详它，你看看那个卡斯卡斯的那个面衣，那里面的肉，这很棒哎，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不见他们的高热量的香精盘。哎，我在委员总听到各位，你们有看过这两年的新闻？有对不对？学校附近青班级跑来开始了，有这种讨论了，因为那不健康，会影响小孩子的发育，小孩子吃一块不健康，所以说不要让学校小孩子吃一块，怪吧？健康是要主义啦。OK， 继续。我没有减真奶啦，可不可以也是一样嘛？这个也是不健康的高含糖嘛？有啊，有要针对这个东西，就是啊那个货物税上面花花有高含糖，所以说我可以高一点货物税。这样下去的话，还真的没完没了哦。既然呢，如果说我们给健康至上主义能够去管我们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像这个也不对吧？这个是一种错吧？是什么？好好吃的双麒麟，尤其是各位现在六月哦，七月八月的时候去看看 7-Eleven 运动哦，甩一杯这个来吃，感觉多好啊！人生不就是为了这个玩吗？但是这是错的，因为它不健康，它里面有很多化合物。然后呢，就算你是成人，你的选择是错的，因为健康至上主义，你的不健康倾向是错的。我不晓得啦，哦，我还是会吃啦，我管你的，你不要吃那是你家的事，你管我干什么 ？OK， 再来呢，好啊，健康至上主义推到极致就是这个啦，这是不健康性倾向 ，OK 吗？往往都是这样子啊，他用他的东西来绑在人家身上，因为健康至上，他认为说呢，繁衍是人类的义务。所以说呢，这是不健康的。可以啊，健康主义可以一直推演哦。健康甚至把健康两个字把它换掉的话，你随便放都可以的。所以呢，不只是管到你的吃的，管到你的性倾向，甚至可以管到你的思想啊。所以呢，克高不能为先。喜马拉雅山真的是我最高山，真的、啊。要跟我挑战，我敢跟我用这个东西跟你辩论哦，真的。喜马拉雅山是我最高的山，对啊。为什么？因为从依据我们宪法这个条文里面，宪法这个条文里面是一国两区的宪法，一国叫中华民国，两区叫做叫做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嘛。所以说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领土啊。所以说我国，你认为我国是中华民国？哇，喜马拉雅山是我们最高山的，来变哪来啊？你辩不赢我的啦。但是有一种方法你可以请到我，说你疯了，对，因为宪法疯了。对啊 ，OK， 好。所以呢，还没有完，健康至上主义可以一直玩下去，吃素救地球，听过吧？有啊，所以呢，吃素救地球也是健康至上主义的、哦、所以呢，每个小学生呢，礼拜一的时候，还是礼拜几？礼拜一对不对？对不对？叫你吃素，奇怪，我不吃素的啊，讨厌，我只出荤边素，就是排骨片，它旁边也没有给我夹两个青菜或者是一些萝卜的话，我吃。但是呢，排骨不能不见，我吃肉的啊。他说。这人怎么怪怪的？有没有朋友去过蒙古？蒙古国，有去过蒙古国就知道哦。蒙古国，首都叫乌兰巴托。
对，蒙古国啊，那不是我国啦，那个是大家那个中华民国政府早就承认他独立的啦。好、哦，哎，好、哦，蒙古国，蒙古国嘛，去蒙古国哦，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吃素的概念，素是奢侈品，素很贵的。然后呢，他们有一句话，那个啤酒他还留着，那个人吃肉，动物吃草。啤酒啦，写在后面啦。你 去吃蒙古的肉包哦，里面真的是纯肉的，连葱都没有。哎呀，对呀、啊，我去蒙古吃的时候，我说这怎么那么好吃？看，哎，里面剖面图一看，那个肉质留下跟鸡排一样，感觉好好哦，纯肉的。我说你不健康啊？他说那我的选择嘛，我加水果就好了嘛，为什么不要逼我吃菜？对呀、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无肉日也是一样啊，它也是一种健康至上主义啊。用某一些人的健康形象的东西来去叫所有的小朋友说那天大家不准吃肉，怪怪的，怪怪的，真的。好了，星球地球，开始。等一下，哎，我不是在玩人家。好，所以 ，OK， 那我们就谈到一个哈，回到今天的一个原点的问题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话，那既然在后方我们允许把特定人的价值观加在人的身上，你的生活你负责，我的生活我负责，你干嘛管我啊？对啊，这是最基础的原点啊，不是吗？只要我们不要去爱到你的话，我有我的选择嘛，我有我的分歧嘛。好、哦，那这样该对吗？好、哦，然后我们再看他是谁，黄明敏啊，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自由的滋味》。好、哦，一共呢，台湾人呢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政治权利，自由的。OK， 但是呢，我不好意思，我枯守他了一下。我认为这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叫做滋味的自由。OK， 后面那个是叫做阿波，各位知道吗？有一只熊猫很爱吃，虽然它很胖，但是最后变成神龙大侠。好、哦，已经偏到第二集了。好，这个叫做功夫熊猫。自己偏爱的14号呢，你都没有办法自我决定的话，再崇高的政治理想都是空的。谁说的？我说的。我写了一篇叫做《滋味的自由》，投在报。我认为自由跟滋味是第二阶段，这是第一阶段。小事你都管不到，你管什么大事？不要管什么台湾独立、台湾民主自决啊，连你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管不到的话，你还有什么资格讲那种东西？对啊，由小到大嘛，由远到近嘛，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说呢，你真的那个连你喜欢吃的肉包都吃不到的话，你不要跟人家谈什么东西，你不配，你没有资格。好，所以呢，好像讲完了。好，谢谢。这几百没有被吃到。好，这么快就完了？那不行，没啊，真的没了。哦，真的没了。好，那您请先坐一下。OK， 好，有人要先约一下是吧，阿凯？我要加我。我们两个，麦克风这里，买啦，赶紧啦，现在下人了，来啦，你不是说不能爱到我们吗？你那个吃鸡排会爱到我们的那个。哎，陈仲伟有问题哦。我鸡排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我有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像你说，要先有滋味的自由，才有自由的滋味。这推论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冒昧讲一下，因为我们台湾常常爱够巴豆，卡够不做，所以有些人就说：啊、你巴豆都够我喝，你干嘛够喝不做？你如果说现在日常生活这件事都没有做好，你就不用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这样的推论，我觉得可能会有些问题。哦，就是说，因为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一样啊，我不会去强加自己的理想。在别人身上，但是我要坚持我的理想，可能是，自由是比滋味来的重要，所以这个是可能第一个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在我们目前呢，我们在文案上面已经有提到说，关于我们现在课税针对烟捐的问题，然后这个烟捐问题，不然等一下你们再多说一点。好，还是我现在。好不好？好，那你先补充。那就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对，我等一下临时点。首先回答那个凯哥第一个问题哈，我还是认为说你要追求高层次跟低层次哈，那个可以并进的，看你重视什么。就像说在谈公投议题的时候哈，很多人公投议题谈的前提就是说台湾人要决定台湾的国号，
但是我往往教他们冷水是，你连家里门口人家马路中正路都改不掉的话，话你不要说改国号了。所以我只看小的，我的习惯是看小的东西。我做的学问，我做的，我写的 paper， 我不写大，我都写点，我都写个案事件。OK， 好、哦，那所以说呢，从这事情看的话，它基本上太高的东西我不敢想，我没有到那个能力。但是呢，我只看小事情。OK， 好、哦，所以说真正还是因为跟我大概自己的，我自己做学问的方向性有关系的、哦。我喜欢往下由下往上做，但是往往上到不了，所以说我一直在下面跑。好、哦，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好、哦，谈到钱的问题哦，刚好钱是我的本行，因为我所服务的地方叫做财经法律研究所，啊，我一下硕士。博士都在写钱的东西，那钱的东西是这样子哈、哦。我问各位一个问题，跟最近一个生活关键词叫做长期照顾。各位长期照顾哈，长期照顾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哈，生老病死，对不对？好、哦，人生一定要经历的哈，病去医院了，没有问题了。老去哪里？生老病死啊，病去医院嘛，那老呢？你已经失能了，你已经动不了，老不是去医院了。老师应该有照顾嘛，对不对？那最后再死都一样殊途同归了。好了，在长期照顾的部分，我们政府终于很努力的做出了长期照顾服务法。但是呢，里面呢，它成立一个长期照顾基金。长期照顾基金呢，写什么啦？重点有两条，第一个是政府预算拨补，这合理吧？第二条，烟捐，烟品健康福利捐。那现在有一个好玩的东西是哦，假设今天有一群很辛苦失职。失能的老人需要被照料，里面有抽烟的，因为抽烟导致他那么快就衰老或怎么样的话，你用烟捐去 cover 这个合不合理？可以。另外一群人是完全不抽烟，吃素救地球，不烟不酒，那也因为会老，也因为会失能，请问烟捐可不可以花他身上？我不知道，我就听不懂了。同样的，现在结果也是一样，健保也是一样。我们在健保里面呢有烟捐跟吃素，但是呢，请问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烟吗？像癌症好了，肺癌用烟捐 ，OK 吗？脑癌呢？有关联吗？没关联吧？那这边如果说从法律上真的用行话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叫做特别功课。特别功课合法的存在是要针对特定的群体所征收，用于特定的目的，而且呢，这两个东西要有合理正当关联性，这个特别功课才是对的特别功课。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烟捐呢，稍微有点怪。有点怪，因为那个关联性已经慢慢的走掉了，等于是搞到最后好像为了捞钱而捞钱，哦，甚至说后来我对这个问题的概念是干脆不要烟捐好了，你认为烟这个东西是害的话，你提高它的货物税，不要再有捐，直接提高税就好了，然后呢税的话看国家拿多少钱，直接去补预算，这样就好了，干嘛还搞得强力无目的那样子的东西呢 ？OK。哦，所以说大概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我认为是这样看会比较好。你不能，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哦，你如果让长照、让健保都是用烟捐扛的话，那你让我们搞得很乱。我是抽还不抽？不是、啊，那抽烟的人是抽还不抽？不抽为了自己健康着想，可是你抽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全世界的人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抽的话，就没有烟品健康福利金，没有烟品健康福利金的话，就没有健保、没有长照了、啊。它是重要财政来源啊，一年300多亿啊，你要不要抽？好挣扎、欸，讨厌。但是呢，国家一方面要你的钱，二方面又把你赶到垃圾堆去，很奇怪、啊。对啊，你应该给我 VIP 的位置，捷运站出来最方便的口，弄一个玻璃，像日本一样嘛，哦，弄一个玻璃屋，漂漂亮亮的，进去还有抽烟的在那边抽嘛，这个才叫做尊重。抽烟的人，不抽烟的人不会被他影响到，抽烟的人也能够很便利的找到一个地方抽烟嘛，这样子你缴那个可能还缴的比较有尊严吧。我不知道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怪怪的，好像又要你付，又要你的钱，但是呢又不给你尊重，很奇怪。我不抽烟的，讲到这个地方算很那个的哦，我是吃鸡排的啦，鸡排被你吃掉了哦。好，我还有一片 OK， 好，跟你在哦。哦，那叫深度回答 OK。好，那我们准备慢慢开始吧。要不然先点根烟。我有鸡排 啊！对，罗老师啊、他刚刚所讲的东西比较短，但是其实涉及两个主要的议题，一个是禁烟或烟害防治法的烟害防治法的正当性的问题，该不该、可不可以的这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谈了很多，包
然后呢，另外一个层面是讲技术性的问题。那我先讲技术性，我简单做一个重复一下，技术性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比如说烟捐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比如说专款专用啊，这是个技术性的，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技术性没有达到的问题，就直接往上再推回去，就说所以就整个法律有问题。那第二个技术性的层面是，比如说环保稽查员。或者是卫生稽查员，他能不能够做得到？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等于践踏了法律。就好像、怎么说呢？比如说什么反国家分裂法，你无法执行，所以他就根本就践踏中国自己啊，类似是这个样的道理。但是呢，这是一个技术面，但还有另外一面是正当性的一面。正当性的一面呢，罗老师刚刚讲的东西，从命哲学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一件事蛮有趣的，他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滑坡啊，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如果禁烟呢，啊，你是不是下一步你就要禁什么？在接下来你要禁什么，对不对？这里也禁了，所有邪恶的食物都被禁掉了，那完完全全不自由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真的在谈禁烟，真的是这件事情吗？真的是打算说你要禁到所有其他的吗？啊，能不能够按照罗老师的逻辑，点就点？不要把它直接把它划拨到整条线甚至面上去了 ，OK？ 这是我做第一个第一个会想先请教罗老师，我们利用或滥用一下主持人权利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呢是罗老师也很简单的把自由主义直接化约为自由至上，自由至上主义，然后认定说自由只要以自由的名义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限制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是认为什么都不能限制的啊，当然要有限制，只是说那一条线是画在哪里啊。所以自由主义也不是说啊完全的自由啊，因为刚刚罗老师其实有讲到，就是说不妨碍到他人的自由的时候，那这个不妨碍就很重要了。那么禁烟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全面性的妨碍吸烟者的权利？这倒不一定，因为接下来第三个问题，罗老师避开的问题是这个样子，是其实禁烟不是完全都关系到健康至上，它不是全部所有的问题，因为还有很多公共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单一一个人的事情，因为你一个人抽烟不代表说你就是别人都吸不到啊，并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的健康，如果国家有税收要去帮忙的话啊，帮忙你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公共的问题。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就跟这个直接有关的是，其实刚罗老师很巧妙的，他用二分法的逻辑，就是禁烟跟完全不禁。但其实你骗我啊，这不是禁烟跟完全不禁的问题啊。禁止吸烟是在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不是说禁止这个人完全不能吸烟，这是个第三种说法啊。但是罗老师所讲的东西是在这两个逻辑底下，好像说你禁了就等于是完完全全全面的禁止，没有啦，也没有到这个样子，这只是在公共场所禁止而已。所以为什么西方自由主义国家里面都现在几乎都是全面禁烟？因为他只告诉你说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因为它会涉及到他人，会影响到他人，但是呢，你在不影响到他人的状况底下，当然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去做。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叫做全面性的禁烟啊。所以这是在完全自由可以抽烟，跟完全不能够抽烟中间的一个妥协而已。这个才是目前烟害防治法的一个主要的法律啊。那我先简单说啊。大概就是罗老师刚刚所讲的东西，有利用了这几个比较简化一点的逻辑，然后要让我们好像感觉比较要开始一面倒的支持那个吸烟的人了啊。这个等一下我请罗老师回应一下，他应该会有话要说。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捍卫这个支持，就是吸烟者的权益。我们念哲学的太多人需要抽烟的。那个没抽烟的时候，或写东西的时候写论文，你不抽烟的话，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你就算是考虑到个人权益，也应该照顾到他们。你考虑到国家或人类文明集体的重要性。少抽几根烟，万一你少了哪一本著作，或者是影响，足以影响全人类的文明，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其实你有这一类的观点可以来讨论，不一定就是自由至上的这个观点来讲。好，那我只是瞎说乱杂说，反正我先把我的评论先讲到这里好了，然后等一下再请罗老师一并回应。但是那我们。刚刚阿凯也已经有一个简短的问了，我们先开放提问三个问题，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罗老师一并回答，好吧？有人要支持他的，还是有没有烟酒真的可以分开的？我没喝酒，我做不了事情，但我可以不吸烟。哎，还有没有这种？我阿凯，我是觉得可能刚叶浩明讲那个滑坡理论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念哲学。所以我可能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滑坡理论，然后这种对。好，我们现在就是有注释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注释。OK， 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请罗老师再讲一下。对，大家赶快问啊，要不然他要吃完了。这个珍珠很 Q 啊，然后去。好，没事，我在，因为大家还没有人要问嘛，那所以我再加一个那个。刚我们讲自由主义，其实上不是没有限制。可是我后来突然想到说，为什么自由主义是在于它限制到不是没有完全的自由，在它在什么地方进行限制？对。那这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自由主义称之为限制主义，要称之为自由主义？因为它只是重点是在哪里得到限制，哪里会不自由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词上面，可能叶浩也提醒我们，一个我们对于自由主义可能一开始会有迷思，就觉得自由主义是在追求那种自由的哦，可能实际上它可能是为了要如何限制你，或在什么地方限制你，好不好？我尽量避免变成我跟阿凯的抬杠，但是呢，之所以叫自由主义，其实有它的道理，它不叫限制主义，因为没有限制的就完全都自由，所以它才叫自由主义。要不然的话，当然你就叫限制主义了。所以这个法律是这整个理论的系统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完全都可以。它是在这个意义底下叫自由主义。要不然的话会很麻烦，就是变成说只有法律允许才可以。那我们平常什么事，我们可能不敢做。好，这是一个。那好，我们先开放。那是第一位，就是我觉得香烟啊，因为周围的如果吸到，其实会影响，就是可能影响他的健康，所以可能大家会普遍比较支持的，而且有一些人对烟会很敏感。那之前在电影院其实也开始进一些味道比较浓厚的东西，对，但是那个东西是就是它其实不算有害，但是是因为周围的人会可能就是不爽，对，那不知道你对于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是可能心情上的，就是只是我不喜欢这个味道而去做的规范，怎么看？请问其他话还是累积三个？累积三个，三点才能够换一个时间。好，两点好不好？三点要急。那在法律上面是有所谓的无照出门禁，但是就是说你在一样的危害的时候要有一样的反制。那我现在，比例原则。那我现在问题是讲说，那如果是你用说抽烟对身体有害的这种观点来讲，那是不是说是汽机车的排放量有按照一样的方式来课税？你喜欢说反话跟那个抽烟人。好，好，我们尊重罗老师，就是有两个问题，还有其他，还有几个，好几个朋友，谢谢罗老师做第一轮的回应。那刚才博美呢？我的战那个战存晶体比较小，所以一次记太多题目没办法。吸烟的关系吗？哎，不是，没有吸烟，机台的关系，就吃太多的关系。首先，同学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到阿 Q 桶面里面有一款叫做蒜香蒸肉的故事，就是说，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非常开放同学吃东西，也不能说开放啊，因为还是说我上课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所以说反正你要不要进来，你进来多久，
你带什么东西进来都没关系，那你要吃早餐也随便，跟领导来谈起。但是有唯独我清洁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吃阿兵旁边里面的蒜香蒸肉那一味的话哦，请你吃完之后再出去，再吃完再进来或者带出去吃。为什么？吃过泡面界都知道，那一碗面有什么特征？超级香，对不对？味道超级重。可是你所谓的香是蒜味，那你不喜欢蒜味的会 OK 吗？哦，所以说就说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哦，在戏院里面，其实说你吃东西吃到说太吵到旁边，味道传到旁边的话，哦，那个我们在民法物权上面叫做毗邻关系嘛，对不对？你的气味啦、声响跑到隔壁的话，你的影响我看电影嘛，对不对？所以戏院里面进那个东西是绝对合理的 ，OK 吗？哦，你要吃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太吵，吵到隔壁。我觉得那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啦 ，OK？ 这样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很好。再来哈，这个问题的话，说因为刚才站在哲学跟政治的人哦，法律人觉得特别的渺小，因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反而就很约化、很简单了。他说，第一个我们先确认他是不是宪法上保障的自由，有没有一般行为自由？是的话，是可以限制的哦。我们证明是可以限制的，而且会非常现在蛮简单的，只要形式上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什么意思？有法律规定，而且那个法律一定是163号从我公布的刑事义的法律，不能够行政命令。好，实质的话呢，要符合平等原则，要符合平等原则这些嘛。只要说你通过这些检视的话呢，那我们就没话讲。OK。就没话讲。那所以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回到刚才，就是说，现在如果说你要去谈烟的话，哈，形式上的法律保留主义是符合的，因为已经有一部烟害防治法。只是说，你要再去细致探讨说，请问你里面的每一个条文里面符合实质的平等原则的问题、平等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去谈，每一块都挖出来谈。回到刚才汽机车那个状况也是一样，可是汽机车的问题其实跟抽烟的问题是不同时的。为什么呢？就是汽机车它的存在是那个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动力交通工具至少到现在为止的燃油的动力交通工具一定是汽油倒进去什么东西排出来，烟排出来嘛，对不对？跟工厂一样啊，我为了要产制各位身上用的塑胶制品，我一定会有原料出去，然后烟囱上来，对不对？那个是我们活在现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的物质生活所产生的必要的东西，那怎么办？它会存在的，除非你不要动交通工具。等等回家的时候，大家自己走路回家，或者是跟那个冯哥一样骑脚踏车。你不管用坐公车、坐那个东西，都是动交通工具啊，它会有那个危害。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哦，我们会认为说那个是有可容许性。OK， 那是整个营运我们现在的文明生活里面所必须的，所以那一块就是另外。但是抽烟没有这个东西。当然，刚才老师有提到说，不是的，烟很重要。那其实除了哲学家以外，哈，还有一种人，他好像也非常喜欢这个嗜好，是艺术家。像我们学校有那个流行音乐事业系，然后呢，聘流行音乐事业系的老师，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准给我排早上的课，没有作曲家会早上8点来上课的，别闹了。哦，第二个作曲家，这个是今年在我们学校发生的。第二个是，请问我可以抽烟吗？而且不是垃圾场哦 ，OK？ 你对作曲家的尊重不是这样子叫我去垃圾场哦 ，OK？ 我的意思是直接我在现场，我就在那里面抽 ，OK 吗？我在我的调音室，因为我要构思，我要灵感。那你不喜欢的不要进来，他们在谈这个东西啊。那我相信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夜深人静、很安静的时候，我要那个灵感。那所以说他们白天可能都在休息睡觉。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们，但是我跟他们了解的过程中发现说，哎，他们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不能说你要跟我一样健康，你要跟我做我的身体，你不能喝那么多酒。我是早上5:50起来，5:30起来起床那么多，晚上4点就寝，你相信吗？真的，我是这种人啊。我是今天因为在这边睡，还没有去上床睡觉。对啊，我早上5:30起来打篮球的，真的。对啊，但是我不能叫大家一样的用健康这张主意来做各位朋友的，这是我的选择嘛。好，不好意思，回答太多了。好，先到这边，好，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 ？OK， 谢谢。我看我今天稍微扮演一下反方好了。好，刚刚回答了产生了新的三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如果是太香不可以的话，那我坦白谈到这个累积作用的问题，其实烟好像也类似这个样子吧，就是因为有人，比如说有人会对烟味过敏啊，所以当然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抽烟，因为你抽烟的话，另外一个一定会吸。
到。所以如果你支持，你支持那个吃太香的东西应该不可以的话，怎么会同时还接说抽烟可公共场所吸烟可以呢？这个有点怪。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动力交通工具跟香烟的不一样。这里说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罗老师是不是是不是要挖洞让自己跳了？因为呢，说交通工具那个汽油是全部排出的，那当然是，所以跟吸烟不一样，那完蛋了，因为吸烟就是完全不会排出，所以尼古丁就是在你身体里面，这到底是比较好、比较健康还是比较不健康？这会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啊。然后呢，第三呢，其实禁烟并不是都是为了吸烟者的健康啊，我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善意了啊，应该说比较主要的是为了不吸烟的人或不想吸到烟的人的健康，他们有权益可以选择他不要吸到二手烟。我想至少这个层面跟吸烟者的权益，这也同时都必须要兼顾到的，所以这整件事情绝对不会只是单纯从吸烟者的角度出发。好，所以这三个一样，我们等一下再让罗老师回应，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捍卫者。我们今天一定要传来传去的人。没有，我没有说，其实我一直很认为自己甘于那个被边缘的角色，因为我也不想妨碍到别人，然后甚至那个是我个人的自由，所以我可以觉得躲得远远的更好，因为不然有时候吸烟的人也会被歧视，比如说我有时候跟一号聊天，可是我就会这样看着他，因为我不想把烟吐到他脸上，可是呢他就会觉得我是用鞋瞄他，这人那么臭，但讲话就这样，其实你是要避开啊，不要直接往他脸上吐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做一个吸烟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去影响到其他人，然后我选择我自己对他的情感啊，对，因为比如说碰到有些人就说戒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定是很无情的人，说戒就戒，马上就戒得掉，那一定有点过分。大家对，因为他你总是跟这个人这个陪伴了这么久的时间嘛，对不对？你总是对他有情感，至少有点若即若离，或者是有点黏腻，还会偶尔再回去找他，然后再这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禁烟这件事情，公共场所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影响到他人的情况下，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限度，就在我没有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是可以抽烟的，因为我们谈的是人的问题嘞。如果在没有动物的情况下也可以抽烟，这也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国家公园太扯了，就是那个所有方圆都没有了，它整个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暴力在。那另外一个暴力，我觉得是说，你也可以禁烟，我们可以禁很多事情，你可以禁止，可是你对于抽烟特别要给他一个烟圈，这种惩罚性的。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禁止到一些认为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如果那个捐应该也要表现在酒捐，可能会对健康有害的。那我想请说，陈州为什么会有专门有这个烟捐？我觉得它当然不是一个什么道德的理由，应该有一个政治或财务上的理由去烟捐出来。可是当那个烟捐出来以后，它却是如此的正当。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卫福部，就是或者说他们在针对烟捐的时候，我们科尼税其实是为烟捐实际上是为你好，是为了抑制你，让你更不会去抽烟。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才是，我觉得可能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好吧？好，谢谢阿凯的补充但是国家公园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为了个人吧？他是怕你一把火不小心整个森林公园，万一要是烧掉了怎么办？好像不是单纯是为了吸烟者能不能在那里抽吸烟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一样，我们还是等一下，我们还是把问题就给刘老师，那我们再开放两个提问，还有没有 ？OK， 这位朋友，对那个。所谓烟捐还有所谓烟税，我记得我没有一直追这个事情，不过我的印象是台湾其实对于
烟要征收的钱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说要用捐，一个要用税。卢老师是认为如果要弄也是税，但是我好像也看到有人认为税不适合，而是应该要捐。那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捐就是一个特殊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特殊税，就是说为了特殊目的而捐的，要征收特殊的钱。那个税呢，就是税，就是货物税、营业税什么税，就是税，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性。它理论上它也不能特意专款专用，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好像也其实也各有支持者的那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这个东西也不是台湾发明的，就是西方世界都常讲这一套。我自己觉得它后面，它其实好像是一套自由主义逻辑吧，就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当东西越来越贵，抽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对，这往往等于用经济的动力或者市场的力量去限制，而且在很多国家好像也发，有些地方就有效。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韩国，他开始用这一套，然后用征收了100%税，一包100块烟变成200块，然后呢，在一年之内抽烟的人口比降了6%，然后韩国反映了你说，他们努力20年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一征收100%税，一年之内6%。比他们20年努力还强，所以这一定有一些作用才这样做的。所以我想要理解台湾到底是怎么吃到这两个东西啊？谢谢。因为鸡排已经让他的记忆力有稍微比较短一点。因为这题目太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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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开始凭空想象树状图，就是其实所有的东西哈，就是四个字叫做欲静于真。什么意思呢？我为了要去抑制他，所以我给他收多一点的钱。好，欲静于真。然后呢，在这子概念之下的话呢，会有拉出两个东西出来。好，第一种叫做用税。那税跟捐不一样的地方哦，税我们一般叫做统收统支。就像刚才等等，刚才上去各位朋友去点饮料，我们会不会有发票？对不对？发票好，营业税。营业税进入政府以后，不会预定说这个营业税要去用去哪里，没有，就是统收统支。但是捐的设计的话呢，它叫做专款专用。我收进来这个以后的话呢，我已经先讲好我要用在什么地方了，就这样子。那专款专用有不好的地方是说它让财政加厚，就是你这个钱一定要往这边用，那其他有更重要的东西你不能用。所以这个在一般来讲的话会有这个差别。好，刚才同学有讲说这是西方人搞出来的，但是有留学过就知道说，光是一个欧洲大陆隔一个海峡，完全想法不一样。在一个欧陆来讲的话，德国跟法国想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法国人，我法国人想法真是太棒了，太奇怪了。对，所以不要用一个西方来说什么的，尤其像我们这一套税跟捐哈，那是德国的东西，尤其是捐，你捐翻起来英文你翻不出来的，你翻翻看，翻不出来的。对不对？你翻得出一船德文，但是你翻不出英文。所以说，尤其是说，你说美国人去谈到你跟他谈专款专用，觉得他会有点 confuse， 什么鬼东西啊？但是你跟德国人谈很简单，大法官解释有了一口，哎呀，就是这么来的。那台湾刚好我们的法系是什么？公法是德国跟东德国底的，公司法是美国的，我们是一个拼装车，所以搞到最后的话呢，有些的对话就显得非常 的混乱了 ，OK 吗？那同样在台湾做生意的外商也是一样的。像我上次有跟香港的朋友问到说，他香港朋友问我说，你们那个捐是怎么回事的？我跟他解释了一遍以后，他才搞清楚，英国没有这种鬼东西啊！你要收税就收税，收高一点嘛，怎么搞出这种怪怪的东西出来 ？OK， 但是那个东西就有点困难了哦。那大概学术上的部分讲到这边好不好？哦，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哦，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数字，表示你是行家来的，你是专家。某种程度，但是某种程度来说，有一句话叫做数字会骗人。数字怎么骗人？很简单，他们说呢，我今天提高了烟的，不管是税还是捐的话，吸烟的比例就下降，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活在夜，像我们在台南嘛，我们台南的晚上的生活最重要的叫做夜市嘛，夜市。你去夜市走走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你吸烟率降低，你怎么算出来的？烟的销售量吗？
那为什么去夜市看？水货啊，水货烟啊，伪劣烟啊，对啊，去夜市走进去，看到奇奇怪怪的牌子，然后少一个 O 的啦，少一个 A 的啦，就在那边，然后呢，一包20块、30块就在那边卖啊，那些都是你算不出来的啦。我们台湾连夜市的税都收不到了，更遑论去取缔夜市的这种假烟。对啊，这些东西都是黑数啊，这个黑数非常高啊。那在人类历史上面的话，哇，它有供需，你用法律去打压，把它价值提两倍、3倍，没关系 ，fine， 可以，你够。但是你大概只能罚到高中生了，只能罚在台北市的高中生了。你去我们南部看啊，放心好，去夜市旁边干妈讲什么地被压。对啊，那个你怎么算？反而呢，你让大家抽到是有问题的。对啊，那这样子是我们大家要的吗？所以说那个是有一个迷信在，对，那个真的要去算。所以说，除非你能很精准的掌握连地下的那个供需都算进去。OK， 好，谢谢。好啊，再来一个吧，可以问几个问题，或者有在座的朋友的，你要捍卫吸烟者的或者是反烟的都可以。有没有肥胖者的？应该没有。有了，其实英国已经禁止学校吃鸡排跟那个可乐了，一般中学都不准的。谢老师，就像请问夏律师那个关于肥胖税，有关肥胖税议题的，肥胖卷，有人要这样搞，肥胖税会肥胖卷，因为毕竟这前几年也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当初在高中辩卷也被当成一个当红话题，对。然后想要问的是说，像关于那油脂品或者是高热量食品和烟的本质上的差异，在法律上的解读方式，还有，就是这两种税，应该说，无论税收人卷的，它的性质很严重，算是蛮开放性的问题。我这样直接回答你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不抽烟的？是因为前几年那个辩论肥胖捐嘛，对不对？如果说呢，我不往把战线往前推进，去谈说那个烟捐有问题的话，那一关失守了以后，下一关就是肥胖捐就中了。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我其实我一点都不关心吸烟者的权利，我关心我的权利。但是因为他站在我前面嘛，所以说我一定要帮他才帮得到我们啊。而且我有很多癖好，像刚才您谈到的汽机车，我也尽量起来。我的摩托车驾照是红的，是红牌机车。我玩重机的，我们也常被人家歧视啊！你知道这些人就是飙车族就是怎么样？然后我也改车，所以我的机车上面都是非知识性的东西。这个在美国很正常嘛，对不对？对啊，但是在台湾，反正你不是原厂就是有问题的，OK 吗？就说，而且我们都有很多的癖好，那很多的嗜好，那我所认为台湾。一个好的未来是说，你应该让大家的每个嗜好都能够获得尊重，在不侵害人家的前提之下。当然，这个中间很多细致的讨论，但是我讲那个大方向，对，即便这个嗜好是好是坏，你可以让大家去想。但是像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就一直来的话，虽然刚才有所谓的斜坡理论，其实我看不到斜坡后面有多少，但是我看得到就是说，现在立法方向上面，我看得到斜坡就是烟、肥胖跟。很好，就是一些东西，后面的东西我不能预测，但是至少这三个东西是我不打到前面的话，它就真的就走下去了。那走下去以后的话，我就不晓得下面又是什么，它不会满足的。好，这是一个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准受害人的角度的，太近了，等一下，太近看到了。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comment？我觉得这烟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划一个。这问题划上面划，一个是公共问题，一个是私的问题。私的问题关于到烟卷，那公共问题关于到烟害防治法。那如果是这个烟害防治法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会划破到最后变成肥胖卷这个东西。那如果因为这烟害防治法的话，我觉得这边就是说不可以用健康至上主义者，健康至上主义来推就是烟害防治法。烟害防治法，我觉得更类似于节育不可以饮食，因为节育饮食的话，可能会造成环境危害，或者说吃到人就用这些东西闻到什么味道，然后因此而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吸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身体健康至上主义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那就是私的这一部分，就是说烟作为一种癖好，那烟已经
抽烟圈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在于，那我们刚刚讲到公的领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消极自由的东西，就是说我不想抽，我可以 free from 这个你的这个烟味。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烟这个东西是否会牵扯到，因为烟会上瘾，有人会认为烟会上瘾，当然我相信很多抽烟者其实可以自制，但是不可以否认就是有人烟会上瘾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可能跟左跟右比较有关系，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认为说烟圈其实等于是对劳工的第二次剥削，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阳春白雪，吸烟的谁哦？哲学家、艺术家，还有劳工。但其实通常就是吸烟的人是社会的最上层跟最底层，最上层他不 care， 他可以玩各种东西的，你抽点烟税，抽点烟就对我来算什么？但是对底层的人来讲，他其实可能对烟草反而有更大的一个依赖，那反而这群人才是烟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就可能导致像老师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因为你把烟圈把烟的价格提上去了，导致是黑市的这种劣质烟、加工烟越来越猖獗，其实他们才真正受害。真的有钱人买东西，贵一点就贵一点，大不了出国买点税烟再带回来，就这样。谢谢。好，谢谢这位同学，他说的是烟呢，吸烟的是最上层跟最下层，然后哲学家其实是在最下层。对，我们绝对不是最上层。好，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到类比，类比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嗜好全部都一样？然后烟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特殊性的存在？我等一下再请刘老师再回应。然后还有其他的，然后啊，开始有了。好，我刚听一下，这个问题会不会围绕在吸烟者跟非吸烟者的权益还有自由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的东西叫电子烟，对，它其实不会有大家担心的那个味道，可是它现在在台湾被禁止，因为它里面如果是里面放香烟的精油的话，它尼古丁，而且它被禁止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这个事情电子烟的东西近几年流行啊，它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政府它用什么样的逻辑去禁止这件事？因为它收不到那样的钱嘛，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奇怪的。好，谢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想想要针对滑梯里面大家怎么都在做反驳来解释一下，因为我是类似比较公民法哲学还有法知识。那其实你从法哲学20世纪已经开始看啊，不管是那种自然就是自然法，就强调说世界上有绝对正义跟道德。那种已经变得现比较近代的，像是The Walking， 还是说那种想强调的街头相对，就可能比较偏向自由主义的那种想法的那种，像是 Hard。但是他们到20世纪开始有一定的整合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不管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法学派，他们对于那种绝对道德开始有点摒弃，然后会采取说相对主义，然后相对主义这那可能就要变成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是就只是不可知论。这样子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会强调说是没有一定绝对的自己那个可观测的道德在里面。那我觉得滑梯理论它，我们应该要先找出你的立场到底是不是相对主义。那如果你是相对主义的话，我们不应该就说它不一定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这样是没有走定。因为这个问题回到后来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点法哲学问题，就是人民的健康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对国家赋予的意义嘛？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推到后来，像是说纳粹时期。优生学没有用，那很多时候，如果你看他们的正确性论据或是他们理性论证，那个都是很容易被拼凑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立场一个站好之后，你就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它不会发生，但是就忽略了他们所谓正确性论证，还有他们的有效性论据的成立的那种很简易成立的可能的话，那其实你们用滑铁卢就直接把说后面的原因都打翻，其实是一个很共鸣的事情，因为纳粹已经给我们证明说。那所谓的相对主义下的那个实证法体系，还有不管是自然法体系是多么脆弱，那个证据性先证它的效率论据是多么容易被证出的结果。这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先从立场开始找出来，然后再开始讲说我们能不能证成说用理性证成这个禁止吸烟的东西，而不是就说因为你这样子推之后就这个后面都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应该是这样。
刚刚我原本是念法律跟哲学的，那我们很少听到下面讲的比上面的还复杂很多的，所以可不可以简单一点的告诉我，比如说你支持什么或然后你的论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把它简化成一些说，我们要先确定说，这样我们都是，如果我们都采自由主义立场，就相对同一下的那种自由主义，我们要不要先？不要说，就是说这个话题，所以我们现在只讨论今天说，然后之后都不可能会发生。应该要把说，如果能够理性正常界这件事情，我们是要怎么样理性正常，然后再找出一个基础，然后看说后面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西再套下去进行现实，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在里面顺便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这就是先知道很近容易坚持的东西在这样。OK， 所以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禁烟的话，那个依据是什么？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然后再来看这个领域用在其他领域会不会有滑坡的可能性。对，好，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请罗老师再回应。我们再开放一个好了，我想问的是说，香烟就让我联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台湾发生了有发生过很多的例子，是三聚氰胺，或者是有重金属的回收油，或者是我们现在提到酒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甲醇。但是科学，这是科学，所以不能。科学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一点点吃了就一定会死，它可以吃某一定的程度，而且要短时间内吃很多或吃怎么样的分量才会死。那这个东西它跟香烟是一样的。同时，它也跟香烟一样说，你大部分吃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吃，你有内聚性，就是刚刚叶老师讲的，都是自己吸收尼古丁。当然，你也有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跟别人分享，或是你炒菜给别人吃，所以你也跟香烟一样有外扩性。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它在，然后再来，它也有好处哦，因为它某种程度，先不讲它没有卖正确的价钱，它用这些东西做，它可以卖便宜一点，所以说买不起的人，他也可以吃到油，跟需要香烟的人要灵感一样，它也有好处。所以好处坏处跟它所有的科学上的特性或其他的特性都跟香烟很像。可是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目前的直观里，非人文科系或者是一般人里面觉得说要零检出完全不可以存在，好像就是大家全部人都认可的事情，甚至连抽烟的人都觉得说他不要吃到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东西，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联想说，就你的想法认为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类比认为可以成立吧？那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们这样持续之间又感觉到的冲突或矛盾，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呢？谢谢。好，我就请罗老师。那个，我是大学跟研究所。大学我是那个台大法律系财经法律研究所，财经法律组。那财法组跟法学组跟司法组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用念法哲学，我们不用念法理学，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被派去念微积分，然后呢经济学。哦，所以刚才讨论到这些话，我就想说，怎么当年没有去上这些课，我觉得很那个。那我试着用我那个很浅薄的哦，就是、说。那个我们以前的那些财经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哈，首先应该先回到这个哈，就是说，王同学讲的那个意思是，其实因为房子法里面不只有场域，你把它整个从头看完以后，没那么简单的，它光是前面的每公克科多少烟圈就是在因为房子法设计的嘛，所以它是整套的东西哦，不只有场所，还有呢哈，有些有的没的，就是说你看完以后发现它是有全面性管制的东西。再来，刚才叶老师有提到说，难道国家公园禁止是因为消防吗？不是，如果是消防的话，是放在消防法，因为你放在烟害防治法下面，这是国家公园吸烟，它只能够是因为烟害防治啊，因为那叫立法目的嘛，哦，所以说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它绝对是因为香烟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森林火灾的问题。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刚才有同学提到，那位，请问啊？电子烟先生 ，OK， 好，那我们法律是这样子哈，法律我们归在明确嘛。那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所认定的香烟是什么烟？就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烟嘛，对不对？好，但是呢，以所谓的现在俗称，叫俗称，不是法律用语哦，那个东西叫做，你叫它电子烟也罢，叫做电子喷雾器也罢，或电子随身香氛器也罢，随便你啦。哦，那那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法律上讲的烟呢？我们要基于法律明确性嘛，你要法律定义嘛，至少到现在为止它不是嘛，那它是什么要再去看嘛？假设说今天你的里面的那个香精油里面是没有尼古丁的话，它就是一种会制造跟家里有没有那个喷烟的那叫什么东西？百货公司有在卖的那个啊，香氛器，它就是随身型的小型香氛器嘛。对啊，你只能这样讲。那法律上没有规定限制的话，它就在那边了。那、啊、如果说里面有尼古丁的话，它就会回到另外一个法律去处理了。对，但它至少它不是香烟呢、啊，因为它里面没有焦油啊。对啊，那现在比如说你要管的话，我不是说不能管，但是至少我们回到刚才说，你要管任何事情的话，请先确定刑事上的法律保留原则。那现在没法律了，除非是你去定嘛。那我们再去谈说真的怎么定、怎么管的话，那就是一连串很细致的讨论了。OK， 好、哦，但是我不认为说现在就应该把它说好，这是香烟，我要管香烟。但是在法律上那是两件事。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您的类比啊，类比也是啊，类比那个其实我还是一直讲我没有类比，因为我在刚才讲说我有写了一篇叫做《滋味的自由》嘛，我在那一篇里面就把我们现在立法院的草案拿出来谈，他就在谈肥胖圈，所以我没有在看到黑影就开枪，因为那个影子就在那边。如果说你不讲他两句的话，说不定现在立法院在清仓，那、啊、搞不好下个会期就过了，就这样子过了，然后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很讨厌嘛。但这两件事情，你如果确立是同一件事情，然后有关，他是从烟然后到肥胖，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被一种健康，我认为的哈，健康倾向的人所嫌恶的东西。就是说，好，今天反烟因为健康很重要。今天的话呢，学校旁边小胖子很多，我在讲谁？好 ，OK， 好，学校旁边小胖子很多，所以说呢，我要让这些东西在学校旁边进，就是一样的逻辑，健康至上。所以说，我会从这样的一条线去做。对，好，可以吗？我这样，等一下，有没有回答到刚才三位都点到一点？等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没回答到，因为你的问题好难哦。其实，就刚才来讲，我觉得是要确定说，假设今天进香烟跟之后老师不是举很多例子，包括我们到后来最恐怖的那种类似优生学倾向的那种现实。那你讲的纳粹不是我。OK， 好。那我们经过时间讨论，我们一起讨论。那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开始去找说，我们今天进香烟的那理由是什么？那理由之后，我们可能找出一些基本的。啊，我想到怎么回应你的问题了哈。这边就卖弄一下，好像讲上哲学哦，是这样。在我们法律学里面哦，我们老师在常常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概念叫做自由法治国跟社会法治国。在自由法治国里面的话呢，哦，叫做小政府，我们很重视人权，然后防御权什么东西。然后社会法治国是说呢，国家除了不要侵害人民以外，还要积极的负照顾人民的义务，这是教科书告诉我们国家引进的发展史。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常跟学生讲，那个教科书上面写的东西是欧洲的，跟台湾无关。台湾哪有什么自由法治国的历史经验？我们从来没有啊。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点有那个所谓的小政府。有所谓的自由法治国，我们不存在的。我们的政府体制是怎么样？威权，对不对？只是说呢，前期叫做硬性威权，老蒋时代；后期叫做软性威权，叫小蒋时代。那个是自由之家分的，不是我分的啊。所以呢，我们是威权、软威权、硬威权。到后面呢，我们一开始同时面临的，我们要自由法治国跟社会法治国一起做。所以，我们台湾自由法治国根基非常薄弱，我们很少有这种机会来谈那个两端。极端的管制跟极端的自由，在中间求取一个对的点，人家是几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但是我们被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又要国家照顾保护我们，我们又不希望国家来干预我们的自由，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国家也被我们搞得很乱，我们自己也很乱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方面的根基太浅，不是浅在说国家不来保护你照顾，威权的照顾跟社会法治国照顾其实很像，某种程度来说，威权的照顾比社会法治国照顾还好。对啊，但是因为它中间差的就是那个自由法自由的那个啊 ，sorry 讲错了，社会福利国家跟威权国家其实两个好长得很像，但是如果说没有中间的那个自由法治的概念撑在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又走回威权国家的老路了。哦，这样子假装哲学好像会一点哦，不好意思哦，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讨论哦，我们都摊开来谈，把两个极端都摊开来谈，再来谈说我们应该站在哪一点上面是最符合现状的，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价值。哦，好像在做结论等一下。好，还有后续的吗？啊，就是刚刚有看到，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跟你讲一点，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经验的。那因为我在监里面呢，其实监狱也是不开放那个吸烟的，那可是很多人就夹带香烟进去，有的钓鱼的、丢包的很多方式。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律师哦，开的车子很烂，可是管理员开车子比律师棒？为什么？因为他们油水很肥。那个管理员拿香烟抽了一口就丢在地上，接着那个杂役就捡起来了，就开始分给大家。他是算是中盘，管理员是算大盘，那中盘就分到各房舍去。那大家就把那个管理员抽过一口的香烟哦，那把它卷成那个叫老鼠尾巴，要撩起来喂，那大家就开始打。那后来，那个廖千惠，这个他们抽得很过瘾。监狱以前没有开放香烟纸，就是怕那个监狱失火，如果火灾的话就没办法，所以那时候一直都不开放。那后来开放呢，就是因为了稳定囚情，让他们，在里面不会造反了，会很安静、很安稳。那后来开放以后，他们就是固定休息的时间了，就在厕所抽烟。这个好像就是前面一排哦，前面就是都是他们都在工厂嘛。那一个桌子坐大概八个人，十个桌子或者二十个桌子，最后面就是厕所。他们就在休息的时候，比如坐两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那都在厕所抽烟。他们抽烟是不是一次抽一支？一次抽三支、五支？就讲，所以进去里面全部都是烟雾弥漫，看不见，好像是大雾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全部都是烟，一人抽至少抽三根烟一起抽，哇，真的很厉害，抽的手都有黄色的，这个好像熏得黄黄的。那有些人为了表示他有身份，都要抽那 King 啊，什么 Marble 啊，还有什么风啊这些，表示他有身份有地位。不是抽国产烟，所以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抽那好的烟呢？也都是管理员带进去的。那所以管理员不管开放不开放，他们都是很有油水的。所以因为监狱是另外一个社会，是封闭的社会，外面人进不去，所以也没有人管得着他。所以在监狱里面是，我觉得抽烟是身份地位的表现，很自由。哎，谢谢。非常谢谢这位朋友啊，提醒过我们这一点啊。还有 ，OK， 好，最后，我是比较重伤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利用烟这种东西来敛财，他到底？以台湾的状况来看，敛财这一件事情，敛到被敛财者，活动区域也受到限制，这件事情好像，这些被限制活动的人。也被统治的心甘情愿，那这是因为这个法定得很好，让这些被敛财者、被限制活动者都必须整。那这样子来看这个法律的价值的话，那有些人从这样子的判断立这个法，他
他原来的目的跟执行后的效果，不晓得能不能做一点分析。好，这是明确的问题，我还有提问。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比较好奇，当今天，因为首先呼应一下你讲的，就是因为你是看到他们在讨论肥胖的卷，啊，这个其实蛮有趣的，这个其实呼应刚刚王同学讲的卷，就反正这位同学，就是说，因为其实肥胖这个问题在国外讨论过，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事实上很容易会肥胖的，其实是可能他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阶层的家庭，你才比较可能会肥胖，因为吃不了那么好的东西，那。是蛮类似的，但从你刚刚提到肥胖，然后大家其实常常在谈说，哎，你这是如何确定从肥胖连接到从烟接下来就是要肥胖这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到底决定一样东西是不是有害，或者它是不是应该属于一个人自己的权利的这个决定这件事情的这个权利应该在谁？这个 power 应该在谁手上，或者怎么来的？因为如果说今天一切讨论的前提好像说烟是有害的，好，那如果有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的话，我们用换一个方向来推，那大麻我们也开放好了，对不对？那你捐更高嘛，对不对？而且可是问题是，要不然摇头丸你们开放好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讨论的啦，但 anyway， 但是如果是我们不去质疑谁来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这个是有害的话。那我觉得就会落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过程，但反而我觉得谁来决定，凭什么决定，那个比较会是个问题。因为反过来，如果我们要问这个的话，好像前提是科学，但是科学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不到100年，把以前认为是有害的东西，现在说它是有益的，啊，这种例子也不是没有，对不对？那或者说以前觉得它是有害的，现在变成是不觉得它是有害的。你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有关于性倾向。这个就很明显，才几十年内，他完全改变了精神科学上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界定。所以回过头来，我想问的就是，你觉得到底这个界定的权利应该在谁手上，或者依照什么原则来界定谁有这个权利，来决定这个事是不是有害，是不是属于个人的权利？谢谢。好，我们有明确三个问题，请罗老师。我觉得这个比学术研讨会还累哦。OK， 好。我们那个在学校的学术研讨会都很假，大家都那个包来包去的，然后也不会那种真刀真骨的就砍下去的，那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好像在念硕士班博士班的时候上课的样子。好，我倒过来回答好不好，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概括，就是说到底是谁决定，法律学就是原则跟例外的构成嘛。那我认为说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自己决定权比较多，除非是有一些例外，是这些东西真的已经到了底线，那这个东西我们就需要用法律去规范的话，那个我们再说。但是我希望前者的空间越大，后者的空间越小比较好。比如说我们讲毒品，我们讲海洛因好了，海洛因的东西的话，好，就是说它到底在立原则还在例外呢？那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的话呢，认为说这个应该放在例外，所以我们有一个毒品防治，毒品防治条例在那边，而且罚得很重，那个就是把它放到例外。那我们今天就是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这个里面看，说它应该在这边还在这边，应该在这边还在那边，好 ，OK 吗？哦，就像2013年，韩国在讨论一个问题是线上游戏成瘾法。2013年哦，因为线上游戏，他们发现说线上游戏的危害比所有东西都大，太严重了，而且侵蚀国家幼儿，好严重。对啊，线上游戏，你看看现在小朋友是什么德行都知道了，去捷运上看，每个都在抖，我觉得比这个还严重。韩国正在讨论，很严肃的讨论，把它当作说这个要戒制要干嘛？他就是也在讨论说，到底放原则还放例外？就最后他们决定还是放原则，他不去立一个现在有精神刑法，就这样子。OK， 那回到说今天好，今天我们谈的是，不管是肥胖圈也罢，或者是烟圈也罢，就在谈说，如果他在原则的话，不在这边的话，哇，那你不要受到那么限制吗？是这样子啊，纵使是说他在那个边界，你给他一点点限制，他也应该不应该马上就被拉到最极端的那个地方去的。OK， 它有一种空间的东西，是我到底要在这个自由的禁区，还是在那个限制的禁区，或者是我离那个限制禁区距离有多近？这样可以吗？就概括去想一下。所以说还是一样，自己决定权应该比较多。所以说我不吃素，
这是自己决定权嘛，对不对？你不能强迫我吃素吗？你不能强迫我一个礼拜都来吃一只素？哎 ，sorry， 讲错，对，我不吃素。对，你不能强迫我一个礼拜都来吃一只素吗？我觉得这是自己决定权啊 ，OK 吗？那、啊、你说这个东西造成多少排碳，那是你家的事，我就是喜欢吃肉是怎样 ？OK 吗？自己决定权吗？不然的话，除非你把这个东西放到那边去嘛，说全国人民每个礼拜都要吃一只素 ，OK， 可以吗？这样子好。我听现在才能回，我真的回。第二个哈，就是说八个字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法律该怎么样？就有一本在台湾很经典的行政法条文书讲到说哈，应该要立法从宽，执法从严。什么意思？法律规定你不要规定的太多太细，就是你做到就行。但是在执法时候的话呢，你就是严格执法，这叫做立法从宽，执法从严。最糟糕的是什么？立法从严，执法从宽，要管的东西巨细靡遗，巨细靡遗，什么都要管。但是你在执法的时候呢，因为管不到，所以说呢，几乎就是今天执法，明天不执法，后天执法这样。就像我们在管那个那个汽机车排放，不是排放废气，排碳那个东西，我们真的有罚，但是呢，后来全国都没在执行嘛，很好玩。就是我们超过几度以后，就是那个什么怠速，管怠速比较好，那是一个法律学上超搞笑的事情。立法者弄了一个反代数条款，就后来发现说，台湾的夏天，你车子停在那边地方，你不开冷气的话，会有人热死在里面。立法者没有想到，对对，所以说呢，搞到最后都没有立法了，这就是问题了。好，所以说回到今天的来讲的话，话就是说，这个法律应有的姿态在说，我们先看看说到底，我们应该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定到这个程度以后，我们就有执法。不要说呢，你开始说这个也要管，这个也要管，把企业去画的那么很大，但是后来呢，全世界都知道说你根本没有执法能力。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法律尊严被践踏，就是说一个没有办法被执行的法律，那其实对我们这个法律，对我们法律来看是很悲哀的。我们定法律出来就是要执法嘛，对不对？就回到就是中央，就是那个成文高中后面那一块，你真的今天有种在把它去用绿线堵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人在那边经常性的执法，让人家知道说这一区就是行政机关的禁区，你不要在这边有抽烟，抽烟就是会被罚，这才是法律的气魄。就你看法律气魄软弱到什么程度，没人被罚。那你当初画那块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作为长官看的吗？那就没意思了。阿连上，当他说你错的时候，你的队也是错的。怎么今天大家那么哲学啊？等一下，好 ，OK， 我再去咀嚼一下。还有刚才再来是，你在我有点混乱了，等，您吗？囚，我分享了在囚犯的经。啊，囚犯的经。啊，对对对。囚犯，因为、哦、对对，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我有带学生去过监狱啦、啊。那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抽烟，但是我看到几个地方是第一个，监狱的馒头那么大。你们看没看过吧？那么大，真的哦，真的那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带学生去监狱，然后那女生长得很漂亮，所以在工厂的时候，所有人都这样，都停下手来，这样看我们的学生这样。哦，那监狱真的是有兴趣的话，真的要去走一遭，那蛮有趣的。哦，啊，至于说后面的那个监狱里面跟烟的话，我明天早上第一班高铁下高雄，我们谈的是在有一个论文口试在谈那个监狱里面的健保的问题。对呀、啊，哦，我们慢慢开始谈到说，哦，他只是自由权被侵害，其他人权不应该被侵害。哦，慢慢可以台湾开始在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说他看病的权利不能被剥夺。有比以前进步了哦，以前在里面看病还很可怜，真的。哦，你看那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执照，你还不知道，或者是他那个执照从哪来，你搞不太清楚。哦，那现在好一点了，哦，这几年好多了。哦，兄，谢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如果你有特别陈述或者你有什么立场啊，是代表烟商的，如果你还有需要讲话的话，你可以发表一下。是，那我们要符合优先的权，就是像是符合学校的那个吸烟区在那个垃圾场地方，然后也不方没有吸烟区，就是辅仁大学的话也是有吸烟区，然后但是。有些人就不会在吸烟区吸烟，然后就是像是学校各个地方就会有一些标语，就不要吸。然后就是也有一些那个算是服务学习的同学，他们也在路上捡烟蒂这样。谢谢。谢谢。还有吗？啊，
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最后我们请罗老师就是一次回应，而且最后做一个总整理。好 ，OK， 谢谢。好，说到辅大哈，我2004年吧，考博士班的时候，我去考了两间学校，第一间是某国立大学，第二间是辅大，两间都考上。后来我就想，我去念哪一间好？后来选择了辅大。为什么哈？是这样子哈，那个某国立大学去考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很不尊重人家，因为那个厕所是蹲的。那胖子你就知道蹲厕所很辛苦。然后呢，后来去辅大考试的时候呢，那个罗耀拉大走进去上厕所的时候，全部都是坐式马桶，就算了，还没有完哦，居然旁边有卫生纸，你知道那个是多尊重人的感动，你知道吗？因为在某国立大学没有送卫生纸，那没有送卫生纸就很讨厌的，对不对？怎么可以上厕所又没有卫生纸呢？然后又叫我们蹲了，胖子蹲很累，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宁愿花多一点的学费，我要去念辅大，就这样子哦。那校园又大啊，所以哦，这是第一个对辅大的回应。第二个是那个好，那个吸烟者跟那个烟蒂的问题，说还是一样说，假设今天学校设置的吸烟区是不至于过度不合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在非吸烟区吸烟，而且它真的是影响到群众哦，该罚就罚，不要小气。对呀、啊，就罚他嘛，看怎么样用学校的规范罚他嘛，不用客气。今天我们不是说一昧的说啊，抽烟你就怎么样，抽烟权益至上，也不是在讲那样子啦。对呀、啊，所以说那一块是。那至于说哦，服务学习那一块的话，这是我永远的迷，因为在我们大学时代，那个不是我们的工作啊，那个是校工的工作啊。然后呢，后来等到我真的教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为什么现在扫厕所要叫学生？我就想说，学生我来这边不是来念书的。为什么不要扫厕所？我一直想不到啊！我相信我想，因为对啊，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服务学习这种东西在。哎，外国学校有服务学习吗？没有，没有。不是设计学习可以接受，有没有服务学习叫大学叫大学生扫厕所？没有。没有啊，对啊。哦，所以说我看不懂，说我们目前的服务学习基础是它的，说不定我们下一次，太远了。说不定下一次我们择武的时候，真的可以来找你谈服务学习，因为这个是我一直还没有办法参透的哲学问题啊，真的哦。所以说，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好奇怪哦。但是回到这边说，好，如果说不谈到服务学习的，没有谈到捡烟蒂的那个，还是一样说，当然它是执法的问题啦。今天随地丢烟蒂的话，你怎么样去抓到这个人，然后给他适当的执法？好、哦，这就是执法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说，反正合理的吸烟区给他以后，他不在那个地方弄，在其他地方弄的话，那就处理他嘛，没关系嘛。哦，那就是学校规范的处理了，那不用客气。扫地的，就算不是服务学习的话，扫地的叔叔伯伯、阿姨、弟弟姐姐们也很累啊，对不对？嗯，这样可以回答你问题吗？好，最后结论是，还是一样，我今天不是来捍卫吸烟者的，就是说，还是希望说哦，所有关于这个社会，台湾这个社会，在自由法治国的基础没有在我们之下，就去谈很多的国家照顾保护的时候的话的一个这些的问题是需要被重视的。就以这个烟的问题来看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哦，那其他的关于烟类似的，就是说被公众普遍认为有害的东西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也不需要被直接那么大的打压。哦，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说在家里抽烟了，我们谈在公共场所。哦，那相信最近很多人都去日本嘛，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在日本人家怎么处理。比如说好，今天这个抽烟，这个餐厅进去，你不抽烟的你不要给我进来，可不可以？在日本，我今天是居酒屋，那居酒屋就是要抽烟喝小酒，那你觉得说你要不抽烟 是？那你去隔壁家吗？但是在台湾我们有这样的搞法吗？没有哎、欸，他你看看我们刚才法条通过说，你基本上你在这个区域你要设置卫生，你要设置吸烟区，你可不可以全部都是吸烟区？好像不太行。对啊，这就是问题了、啊。我们今天搞了一个比日本还严的厂，还严的烟害防治法，那是不是有点太 over 了一点？对啊，而且它关于我的营业自由，今天我开居酒屋，我就是要让大家进来在这个地方快乐的抽烟，而且进来的人都知道这边会抽烟，那没有人说全民受到侵害，为什么不可以？对啊，哦，就是谈这些很细致的东西，就像谢谢你帮我拿道具，这也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啊，有时候我常常出国去跟学校交流，有时候会去带礼物给人家，
但是我们在机场免税商店的时候，我都不买台湾的香烟给外国的朋友，为什么？反正有新的，因为上面都有这种这样的东西。对啊，那这边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人家的商品，对不对？你用法律强迫在人家的商品上面叫他讲他不愿意讲的话 ，OK 吗？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东西，而且呢，可能范围越来越大。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他对他的限制。可是我们要想到一点说，说在法律上已经规定是成人才可以用这个东西，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认为说，成人你应该有一定的自律吧，知识跟判断能力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你还需要写标语在身上吗？我不知道啦，这就是可以开放讨论的。但是在台湾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开放讨论。难道我们就那么薄弱，需要标语时时提醒我们吗？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了，对不对？那要是它整个都很漂亮，就是长这样子的话呢？反正要抽抽不抽抽嘛，你需要这样的东西吗？我不晓得了。而且说实在的，对抽烟者来说，这个对你来讲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对啊，知道没意义。反正就是说很闲的，干嘛把我喜欢的东西搞成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它后面也有一连串衍生的问题，包括说有些国家把它变黑白了，不知道吗？这叫书面包装，就是不能有彩色的，它又涉及到商标的问题。你怎么去改人家的商标呢？假设今天如果说有抽长寿的，哎，现在还有长寿吗？不是啊，是不是某种时代来说，它是不同的颜色去区别的？你今天全部用黑白的话，哇，那好好玩。那到底谁是谁啊？对啊，然后呢？对，所以说搞到最后的话呢，它后面有好多好多有趣的问题可以继续谈下去的。哦，但是回到这边的话，我还是不喜欢谈烟，我喜欢谈怕。哦，就是说今天像这样的东西的话，你烟那边禁了，这边也开始在禁了以后的话，我觉得好像我的自由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哦，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是台湾很多伟大的发明，要保护它，我们要爱护它，哦，要把它吃掉，哦，要新台币让它下降。好，以上就是。好，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其实我们绕过几个大，就是谈到几个大的问题。我想，所有最重要的就是，禁烟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据，大家能够接受？然后这个理据可不可以，或者会不会滑坡到其他的领域里面？然后会不会造成我们对于自由的更加一层的限制？然后如果它不会滑坡的话，到底烟跟其他的种类到底有多大的不同点？到底烟会比较像大麻，还是烟比较像鸡排以及肥胖而已？那我想这些的问题一定是接下来之后大家还会一直讨论下去，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抬杠的空间。那当然我们这学星期五就是基本上你当然来谈咨询嘛，对不对？照理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给你一点考验，这应该是正常的。那当然哲学的东西它关乎选择的问题，以及好多不同价值之间你如何去做妥协。然后什么样的理据，大家彼此去互相沟通。那哲武基本上就是要维持一个这样子一个场合，让大家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讨论。那我想，接下来我也这永远讨论不完的。但是我们时间今天差不多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最后我还要跟阿凯讲一下说，其实吸烟的人呢、啊，你就吸，不用斜眼看着我，真的没有关系。好，然后呢，我们时间差不多到这样，但是我们还可以还有大概还可以两个小时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都还可以留下来啊，然后还可以尽量问罗老师。刚刚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问的。没关系，大家还可以问他。好，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好吗？可以欢迎大家留下来，谢谢。